陈玲儿，我要为你。陈玲儿，再为你。丽人，我来了。丽人，我来了。难得呀，就是世界上有一个懂你的人，在默默地关注着你，默默地注视着你。只不过小伙子啊，需要指出一点的是，你这个短片涉嫌侵犯了丽英的隐私。这个当时我也没考虑那些啊。跟拍了多长时间呢？足足一天。有时候就是拍不好了我就得删了，拍不好了就得删了。然后有时候还怕他发现，我戴个帽子，那种感觉特别说不出来。